I'm Hip Hop Mom， 我是嘻哈娘。我的 Hip Hop 没有废话，句句都是真心话。如果你觉得很呛，我没在怕。妈妈就应该有自己的 swag。你喜欢小孩，觉得他们真是可爱，萌萌的脸蛋，让人好想生一个来玩。谢谢你的喜爱，希望我们相处愉快。有些事怕冒犯，先说明白，请别见怪。和小孩互动，请在意他的感受。不要随便摸，也不要握他的手。病从口入，生病总会折磨到我。谢谢你的问候，请你先去洗个手。和小孩 say hi， 请清楚他的状态。不要说他好坏，也不要说他好乖。什么是乖？怎样叫坏？请你具体说出来。谢谢你的关爱，请你先做他的玩伴。有些玩笑很难笑，小孩没笑就说他没礼貌，骗他要把他卖掉，要把弟弟吃掉，要把妹妹丢掉，让他吓到傻掉。为了捍卫儿女，我不惜整个脸都黑掉。谢谢你的指教，拜托，请你先自我介绍。我就是黑脸猫，提醒一下就被说熊爸爸。也不想要这样，只是希望能尊重我立场。妈妈的日常常被小孩搞得火大，大脑需要舒压，压根没有钱花，没事走在路上还要应付各种奇葩，展开无言的傻眼的翻白眼的对话。可以吃巧克力一点点没关系，可以吃麻油鸡尝一口没关系，给他吃不要紧，小孩要胖才行。谢谢你的鼓励，请勿挑战教养纪律。教家法规魔法，路人有很多独到看法。太瘦了吧，太冷了吧，太内向了吧，该睡了吧，该洗了吧，该进尿布了吧，怎么还要抱？怎么还要喂？怎么还在吃你嘞？什么时候上幼儿园？什么时候再生个弟弟妹妹？我不是过度担心，也知道你都出自好意，面对你种种好奇，却让我冒出两个问题。请问您住海绵吗？请问您跟我很熟吗？有一句友善的问话，听起来都像是在黑我啊！谢谢你的好心肠，是安静是最好方法。我就是黑脸猫，提醒一下就被说熊爸爸。我也不想要这样，只是希望能尊重我立场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不开心377，最懂妈妈的心。今晚吃鸡 KFC， 疗愈妈咪，世界和平。炸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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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宝路人立马消音，正义魔人不见踪影。大口吃鸡把忧郁退急，做出好心情。有一种人叫做妈妈真能忍，育儿过程是母性坚强的养成。黑妈妈的晚上，全家都已进入梦乡，好多声音在脑中回荡，说不在意却无法遗忘。有些话让她受伤，甚至。